好险我射得很准。东京的墙可以是全拆哦，来，竟然不知道，小雪，东京的墙可以全拆哦。虽然这也是咖啡跟我讲的，烫手山芋如何把墙一次全部拆光光，一定要射到这个仙人掌哦，大概这个位置。但我也不是每抽成功了，应该这样吧，有射到这仙人掌应该全都破了。啊，这样就是没有射到仙人掌。如果从下面往上破就是这里。好，这样就失败了，差不多，反正一定要插到仙人掌。通常一开始是这样子，按配件，好，角度过来啦，别啦，好，反正这样就是没插到。我走这嘛，哦，大概在第，哦，好，你们知道我刚刚插在哪里吗？插在一种惬意感。来来，我重演刚刚那个天能，他就这样走走走走，然后瞄。走走瞄瞄瞄，然后过去，然后就直接射。嗯，破什么箱子啊？剩一格就好了，剩一格还可以有用，剩一格可以挡对方的子弹。你也要射得到人啊，呵呵。